为我们见证这个飞龙在天最漂亮的一刻。栩栩如生。好的，我们的头阵啊，即将进入到我们的会场。好，请帮我们尽量往两边退开。谢谢。谢谢啊，谢谢。来，咱中将青山立安村农事，放假青山宫主任委员黄清源，率领全体委员、技术人员，向好咱上福宫两位文物尊贤，迎三鞠躬礼，二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热情，谢谢，感谢哦，非常感谢咱上福宫，谢谢你们。喜气洋洋，洋洋喜气，非常来感谢咱的五千万诸位，参加着咱青山宫，咱的团队阿里林跟咱安达来参拜，在此来恭祝咱放假青山宫喜火旺盛啊，喜火旺盛，在此会当祈求护佑咱放假地区，护佑咱地方的平安，护持咱地方的安定。非常感恩，谢谢我们黄主委。正头队伍能够顺行。
谢谢我们青山宫本镇啊，咱的啊，这个西丁啊，来跟咱现场参拜祝福，非常感谢咱姐姐三兄弟啊，恁辛苦，非常感恩，谢谢。喜师团啊，咱的青山宫喜师团，非常感谢咱的三军表演。
Thank you.
Thank you.
拿起你的手机来共同帮我们来记录以及来见证参与这台湾庙会文化万华大拜拜啊，蒙甲大拜拜最热闹的一刻。好的，在我们的远方，我们看得到尊王的像，在我们远方即将准备通过我们的红毯了。谢谢我们英英社啊，让英英社谢谢新雄老师，非常感恩，谢谢你。林陆贵社长啊，由我们的英英社林陆贵社长啊，我们的林社长领导的团队，感恩掌声，谢谢。哇，为了尊王的服务啊，不遗余力啊，为了尊王的绕境啊，一路的睡行。非常感谢那里林陆贵那里社长领导的英英社，非常感恩，谢谢你辛苦了。要拜托大家记得到时候将你们手中的荧光棒来挥舞，来展现我们双湖地区的乡亲们的热情来热情来供应着每一个团队我们青红音箱那里技术领馆那里风音社紧接着进入到我们红毯是由我们风音社团队那里帮到青山中那里风音音箱那里这些音箱老师
那我们文川呢，就比较属于是状元身穿马袍的啊这样的一个风貌。胡雄感谢来诚心欢迎咱的红音社，咱的文化啊，咱的文化啊，文化日日停留来祝贺。谢谢我们的文参观，感恩谢谢您的赐福。他的这个蟒袍啊，身穿玉带啊，黑色玉带啊，同时呢啊是这个风鲤鱼啊啊拜塔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哦。这个通常呢，在这个啊图腾里面啊，美学图腾里面有很多种含义啊。当然，大家们身上啊来穿的这样的一个服装呢，都在展现着我们台湾的手工艺这个绣类之美啊。好，同时来欢迎我们的武派官老祖啊，这个就是开吉老祖啊，最庄严最神圣的凤音社啊，我们的武派老祖，感恩谢谢你。好，接下来啊，当然也是重量级的啊文派老祖啦啊，可以看得到他的风貌呢受到万民朝拜啊，这个香烟啊，这个熏染啊，来自我们的凤音社文判官老祖啊，莅临到我们的会场。哦，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这个蟒袍花纹啊，是双鱼拜塔的啊这样的一个风貌，头戴着状元帽啊，这个代表着他是一个文官啊，这个读书啊，可以说是饱学诗书啊，非常有涵养的啊这个文判。谢谢我们凤音社南岭行政班，谢谢老师的啊辛苦一个用心。好的，一样同样身穿着双鲤鱼拜塔的哇这件蟒袍，头戴着啊这个是我们的真露师啊，真露师啊，这个朝拜我们真露师啊，都希望我们的真露师可以为我们添这个多加这个禄啊啊，什么叫做禄啊，就是财运啊，就是官位啊，禄就是官位啊，希望能够啊在年底办个好工作啊，年底能够有升迁的希望啊，一定要来拜我们的真露师啦。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红毯的会场，这一尊哇可以看得到它的脸部有两层的颜色啊，各位应该都不陌生啊，就是能够变化阴阳啊，能够理中阴阳啊，我们的阴阳师啊，阴阳师莅临会场。啊，咱台湾民间呢啊来称呼阴阳做主公啊，咱的阴阳师就是这一位啦啊，来上通天文下通地府啊，就是我们的阴阳师啊，能够审查阴阳两世啊，能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民间的文化信仰里面啊，能够扮演着啊民阳两立啊很重要的一个桥梁。谢谢。刚才啊，我们的林安春龙也是用武林安春龙。
Bye.
当归，当归要做单根，就是先生。一旦吃完当归，放假，咱人吃牛就是花，咱的人当归饼，给放假不敢丢，为了团，落下种地主，天生就是将对放假成团结，连根出黄自然，来大地安全一座中。前日中将前三将的将一百三十八枪将再将下将好带兵安顺好向南前修后前修终于出城天马上用力好好天空片天有烟袅袅不上天当心兄弟多高长恩情多天把你化修功名言一奉将下盘身愧顶烟，良心官道正达九天，心兵不惧如如亮，相信来中秋，平安顺从，圣诞前秋后深秋，有几单顺利归还，但从良神机，山下落下转配归还年定，中队平安顺从所前，再行三百来里，一百红标无损。拜国泰民安，健太平，三拜合家平安，全体会，明天家家又同年，共迎。谢谢，来中秋，平安顺遂，生日快乐！来各位，我们挥动着我们手中的荧光棒，来谢谢。谢谢来恭迎咱这些下头的好朋友，一年祝咱万家平安中啊，恭迎咱平安顺遂，谢谢。我们现场有很多的长辈，请不要惊动到他们。我们很多的民众在现场，请不要惊动到他们。请冷静，请大家保持冷静，请大家保持冷静。来恭受我们临安尊王的圣驾，来恭受。神明面前不可以打架，神明面前不可以打架，神明面前不可以打架。谢谢，咱恭迎，咱请神教。平安顺遂，咱的圣驾莅临，交来咱的红大来参拜，来祝贺，谢谢。好，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现场有很多的长辈。